现在小孩跑得快啊，天雷地吗？哎，没动了，跟你啊。嗯。这家伙把那几根竹子偷过去了，就剩一根了。给我偷了？偷还偷那儿去了呢？偷猫头屋那吃的。啊？树上的吃的香吗？嗯。嗯，观看熊猫的话，买咱们门票就可以啊。节假日是平常日是68米啊，然后节假日可能是108呀，不多少了。然后要是想来的话，也不能光看熊猫，玩玩其他项目。看看那里边那个套票，你想玩有好几种那个游玩的项目的，你看还有哪一种适合你，你就选一下。哎，他这不在那边上有一个人，他捞回来了，拿回来了，怕那个桃子给偷去。就不知道了吧？反正他给我，直播带熊猫呢。哎，他这个熊猫一直在这儿。吃东西，咱们吃东西，咱不能来回走着吃，是不是？我上次来他就在这儿动，一直不换位置。他直播了，他是熊猫。熊猫比咱们人气高。多少人了？也87个人了。他们吵架吗？不吵架，他们。那下面有什么？他们吵。哎，不用说，不用说。小孩儿，一帮小孩儿。外国的就是咱们那个外蒙的，跟咱们那个内蒙古接壤了。是咱们的邻居，谢谢掷地有声送出的人气票。哎呦，这些是念不来了，早上又穿花了这样。感谢家人们的礼物啊，我就不一一念了。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五月豆豆豆，早上好啊！来，家人们，小赞赞点起来啊！小赞赞点起来，5.9了。好吧，咱去。哎，听出来不是园长啊，园长在那。